3公尺高哦，这里是最高的地方哦。但是4月19号开山以来，16号开山以来，到现在大概我觉得大概慢慢降。然后我如果再多待一天的话，大概就降10公尺以下了。天气非常好，现在温度是22度。然后这一次我是跟很多香港的粉丝好朋友们一起上来，大家跟我们说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David 小编，你可以用广东话跟香港朋友说。啊，我系今次搞晒 David， 咁今次好开心可以请到 Choice 同我一齐啊。咁啊，今日你话立山黑布，不过今日就个雪场就呢度系啦，影冇以前咁高，得13米啫。不过都呢个环境都好靓嘅。咁如果未嚟过嘅朋友咧，应该真系嚟一次，因为度真系好靓好正，一定要嚟。好，很高兴啊，来来到这边。我觉得今年的夏天挺好到，所以呢，立山黑布呢，赶快来啊！因为雪墙融得很快，然后上山的温度今天预告是22度，所以我穿这样是 OK 的哦。所以很厉害。据说上个礼拜呢是-3度哦，所以大家天气呢衣服呢还是要做准备，然后再上山来。很高兴，那希望大家有赶快来立山黑布雪之大谷玩，拜拜。欢迎你跟着你啦。完成。好了。好，谢谢。OK。好。